既然说不信，我他妈真的，我都不愿意说我是地标，因为我确实是文秘的地标，我是六五地。我靠，我想到他说这个，他不信就觉得很好笑。哎，还是电脑清楚，而且电脑特别好看，感觉。不信有点无语，那正常，因为我今天穿的不显胸。怎么拖不动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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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是电脑好看一点，其实不是好看，精致一点看起来人，就手机看起来人有一点粗糙。那还是我没有调好，就也脸不匀，脸上的光没有那么好看。这样就电脑上脸上光就特别晕。对，电脑清晰，而且很清楚，就头发是头发，脸是脸，然后颜色就是这叫什么啊？就是，这就是色域特别高了，是色域吗？可以点外卖啦！我可以点外卖啦！喂，声音怎么那么小？哎，我今天妆真的还蛮好看的，觉得最近化妆技术越来越好了，很惊喜。突然就漂亮，用手机播不好看吗？那光比较匀，主要是。就等一下，我朝这边。为什么还会拍到这一块啊？为什么觉得越来越离谱哎？之前，你最近是好是坏的沉默，就这样吧。我也不想去追问太多，让试探为彼此的心上了锁。
唱什么你呀、彩虹吧。这首彩虹不好。哎我好饿呀，好累。窗外雨都停了，屋里灯还黑，这数着你的冷，我把玩着寂寞，电话还没拨，已经渴，渴为你熬的夜都冷，怎么这么怪？感觉没有开嗓。结果和好景只有片刻，思念都会掉落，风吹走云朵，你留给我的迷离不说，岁月风干我的执着，我还是把回忆紧握，太多都散落，散落太多好难过，难过是你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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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，你就在对岸，走得好慢，任由我独自在家，美与现实之间两难。过了很久，终于我愿抬头看，你就在对岸，等我勇敢，你还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你看。出消磨无聊伴着生活，空荡荡的自我莫名的焦灼，世界孤立我，任它失落，我只保持我的沉默，明白什么才是好的，坏的都散了，散了太多无关的，散了和我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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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怎么关注还涨了，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，独自在家，美与现实之间两难，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，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，你还是我的我的我的，你看，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，你就在对岸，走得好慢，任由我独自在家，美与终于我愿抬头看，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，你还是我的我的我的，你看，好奇怪，今天声音好像没有开，应该是没有吃饱的原因。浪漫无处消磨，无聊伴着生活，空荡荡的自我莫名的焦灼，世界孤立我，任它奚落，我只保持我的沉默，明白什么才是好的，坏的都散了，散了太多无关的，散了后我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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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像天快亮的时候是吗？你说那个蓝灯吗？我觉得我这灯打的还挺好看的。
觉得我眼妆也很好看，因为眼妆还是蛮好看的。默默在你的身后，守候的我。哎，我这衣服真的太离谱了，它这里也不紧。今天妆好好看哦。那我可以换个颜色，我那个手，我是手机的。哎呀，绕得远了要。一个小火点头，全接受。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？我想说出你所有感觉。别再紧紧灌醉只有自己的世界。神奇啊，这是手机播好像有一种妖妖的感觉。谢谢秦露的飞机。没有坠机啊，坠机了吗？ Hello 秦露，好久不见。这样也好看，但我觉得最好看还是蓝蓝绿绿。我丝袜太脏了，那个袜子有问题，紫色有点土，有点非主流。只要你能再多些回应我一个小火点头，去接受。我能看到呀，靠近一点点。坠机是不可能坠机，就是。再紧紧灌醉只有自己的世界，温暖太阳为你。电脑播不一样吗？感觉。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？能不能再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刚在调调摄像头的那个小灯。知道我永远只是单恋，我也会藏着感谢。老方怪下他也不怎么来，下不下无所谓，对不对？秦露最近在玩什么？秦露看看是什么？现在还有尊贵的贵族吗？终于你的贵族结束了。赶紧续一个吧。什么时候一起来玩德州啊？秦露好凶啊。我觉得现在中分已经流出那味了。刚好可以把你手放外套。啥去贵族了。不让你在爱情路上跌倒，加速狂飙，你说不要，爱的身体不想，还不是你穷呢，不想被操劳，他的怀抱真比我好。不要啦，开个博学好了。接下来的风险点个外卖、为什么电脑播没有手机播好人喜欢？所以我觉得电脑播人好看。装修啊，装修不是很花钱，不是。比起房子，装修算什么钱啊？哎，我要吃不胖的，
你知道为什么我饿吗？因为我今天吃晚饭的时候没有吃饭，我把菜全吃了。太高级了。没有啊，也不高级啊。我也觉得，我觉得自从我有用这个摄像头播之后嘛，就是我觉得粉变少了，不是粉变少了，就是愿意刷钱的人变少了，就是可能会觉得像电视里的人，就觉得没有那么真实，还是之前的那种摄像头好。请问可以在喵老师这里刷刷礼物，装修下喵老师的心。小鬼。点个外卖，吃炸鸡好了。绝味鸭脖。算炸鸡，炸鸡会很胖吗？椒盐香辣撒粉，哎，好便宜啊！鸡翅。有个仙女下凡来。梅干地瓜条也好吃。感觉我用电脑播之后都没有人理我了，就很神奇。然后用手机播就会一直有人理我。我觉得手机播有点晃，我是社会。
假日离得近好多。我想换镜头，换成原来那个虚拟的镜头。原来离得有这么远啊！在呆妙而巨霸王的卡，是不是因为我直播的时候不看镜头，好像手机看的时候还是在看镜头？但是原来那个镜头的话，离得太远了，要人离得很远才能播。离得很远我又看不见屏幕，就很难。我觉得我直播方式得换一换，不然不好做。为什么用电脑播就没有人看你？大家为什么喜欢用手机播？明明这个更好看。我说得把视角放。差不多。肯定不是都喜欢正脸视角，是不是因为我不看镜头啊？我应该看镜头天空的乌云像狼，要不我还是用手机播吧。自甘堕落再一次，把推理要不用美图播，我不是美图，用华为播。13个飞机可以死，可是感觉没有人看你那样，就没有什么新人进来，好难啊！怎么样才会有新人？没有啊。开幕是不是早就没了？早就关了。换一下直播方式算了。啊，能不能不播啊？我能不能停播呢？是电脑播更好看。